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小文汽车。西藏是国人认为最喜得心灵的地方，大多数人去西藏都怀揣着一颗虔诚的心灵。川藏线图上有很多不断前进的陌路人，不过现在川藏线上又是另外一种风景。为啥川藏线上有很多滚轮胎的人呢？网友说轮胎一滚能挣100万。其实这些滚轮胎的人大多数都是网络红人，为了吸引网友的目光，总是会想出奇怪的法子。有位小伙在川藏线上滚轮胎拍了一些短片，没想到这些奇妙的点子让他人气暴涨。从此以后，川藏线上时不时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。因为现在有些闲暇的土豪出100万，让这些推着轮胎徒步的网红走到西藏，所以不少网友都表示轮胎一滚就能挣100万。但是也有很多网友对这种行为非常反感，因为川藏线上的车辆和行人非常多，轮胎一旦滚下来就很容易发生危险，所以川藏线这片虔诚的地方就完全变了味，如今已经成为各大网红博眼球和赚钱的道路。如果是个人行为那也就罢了，但已经严重威胁到道路安全和牵扯他人的安全问题。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和看法，请在下方留言评论。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记得点下关注。